Hello， 你哋好啊，我系聪明老虎仔啊，欢迎大家嚟到 My Smart Pet Smart Points 奖品换领礼物频道2012至2013，好开心喺度见到大家，睇下今个星期有咩奖品俾你哋换领先啦，有请礼物小姐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，又系见我礼物小姐嘅时候啦。哇，咁快又嚟到星期五啦、啊，今个星期嘅尊贵聪明会有啲咩奖品俾你哋换领？不如而家一齐睇下啦。第一份奖品是资优中文四月号，同学需要用5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10名。之前咧都有带过唔同类型嘅杂志俾各位同学睇嘅，今次咧就带嚟一本中文嘅杂志，佢就叫做资优中文。呢一本中文杂志咧系适合小学同埋初中嘅学生去阅读噶，而且内容咧亦都系配合中国语文科而设计嘅。同学咧，如果你都想睇下入面有啲咩有趣嘅内容嘅话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。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内容嘅，譬如可能系一啲嘅成语故事啦，或者一啲连载嘅一啲小说啦、散文啊，同埋一啲游戏嘅。相信同学咧睇呢本杂志嘅时候咧，亦都可以用一个好轻松嘅心情去阅读，从而咧学到唔同嘅嘢嘅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。第二份奖品是 Mr. Midnight 笔记簿，一套有三本，同学需要用10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6名。记得之前呢已经为大家呢介绍过推介过这个的 Mr. Midnight 的笔记簿的啦。Mr. Midnight 呢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应该都不陌生的啦，因为呢是一本呢很出名的一个的读物啦，同学很多都觉得呢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刺激有趣的。咁今次呢就带来一个笔记簿啦。我諗呢佢都可以帮助到你哋平时呢去记低老师对我所讲嘅说话，又或者你自己去做一啲练习啊笔记咁样用嘅。好啦，如果同学你都想换领呢一个 Mr. Midnight 嘅笔记簿嘅话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换领啦。好啦，今个星期时间呢又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为大家带嚟唔同嘅奖品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